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，你选什么？我喜欢有少年感的大叔。别动，这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哎，哎，哎，喜欢什么样的爱情？浪漫的。来杯奶茶。你要中杯大杯？超大杯。这珍珠挺大呀、哎。大龙虾，啊，多大？哎，妈妈，我跟一个女孩吃饭呢。Hello。我最讨厌这种脸型的龙虾，长方形脸，这么俩大眼睛，五十多个，你说两根须子多油腻，还穿那么多褶子的红衣服，会过去，一切都会好，我照个相。喝什么呀？我根本就不在意你有没有钱。真的吗？根本就不在意你有没有钱。啥？不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希望你喜欢的是我的灵魂，而不是我的肉体。你就他要走，我不知道让不让他走，你给我定呗。妈妈，你给我定嘛。你妈定了吗？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昨晚我把一个奇怪的东西拿回家，我对他许愿，我说，错了，弄错了，我是想许愿变成最好的男朋友，结果我就变成最好男朋友了。谢谢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家是哪儿？比如说你是东北人，你家？我租了。你要是北京人的话。爸爸是我呀，爸爸是你，你赶快走行不行？妈妈是我，妈妈是你也行，你快走吧。哪人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。那就喊滚。普通话大家都能听得到。豆豆，别动孩子！我这别动孩子！你说你孩子？爸，我也是你孩子。你是我哥，哥，爸。我谢谢你，从小到大，我长开之后第一次有人说我丑。第一次，那你不会觉得我就特别特别吧？我觉得你特别傻。哇哦，爱情。